你等一下给我700整。为什么？我吃饭不给钱哦。我没有吃饭不给钱啊。哦，那你等下给我700整啊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638加62块的那个服务费啊。那你还欠我8块啊。我还欠你8块。走，692啊，给你700，你要找我8块。638加62，我欠你八。哦，638哦，我以为600，630。讲清楚，712块。没有没有，上次我们去那个哪里？我多赚2块给你，还没赚多。那你等下740块就好了。好、哦，为什么？哎，你个性不合。因为740啊。那反正三件结是120。我要自己拿钱结，你干嘛帮我结？不是哦。我只是一提拔的，对嘛？我钱都准备好，就是要来付钱的。阿伯，你不要乱，你不要乱。